你不用再害怕黑夜阴霾，阳光穿透云海，因为我已勇敢的到来，我要温暖的照亮你，牵着你手，陪着你走过每一瞬间，无法控制 loving you， 你只是低着头的说，为什么这样抱着我，无法控制喜欢你的一切，听着你扑通的心跳，我只想再一次对你说 Open your heart。在试探什么？缘分早已绑定了你我，我勇敢告白这份心情，去创造恋爱的结果。着你不放开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喂，振涵，我快到路口了，你呢？姐，我马上就到。我刚才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，下学期有常春藤名校的交换生名额，免费的。哇，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，我想争取。不愧是我妹妹。其实当年要不是为了全额奖学金，你可以上更好的大学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我家小学霸肯定所向披靡，可姐姐一个学校我也很开心啊，只是姐姐实在是太辛苦了，还要上学还要养我。都是自家姐妹嘛，客气什么，再说你出息了，姐姐我脸上也有光啊。等我毕业一定要赚钱，帮姐姐实现设计师梦想。那天，振涵高高兴兴地来找我，本来是要告诉我好消息，没想到出了车祸，后来经过抢救，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医生说他脑部重创，想要醒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后来，振涵的手机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，让他去填交换生报名表。申请交换生需要全勤啊，都不能缺勤吗？是啊，明年常春藤的交换生有全额奖学金，报名的人特别多。这是他昏迷前最后的愿望，也是他的未来和理想，我必须守护住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自己去金融学院上课。爷爷，嗯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得好好考虑清楚了。
只有这样才可以争取交换生名额。沈寒他那么努力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一定要为他守住这个机会，等他醒过来。沈寒，我想过无数种握住你手的方式，却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之前是我笨，我愚钝，把你一直的陪伴当成了习惯。对不起，真寒，以后换我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整天没事往我这儿跑，你是不是闲的？不跑啦，是不是被我的真心打动，决定跟我约会了？姐姐我呢，决定发扬一下助人为乐的精神，送你去医院。助人为乐？嗯，好有爱啊！我被戳中了。喂，现在马上到我这儿来。我这正忙着呢。喂，哎，搞什么呀？哎，美女，今天风大，万一把我吹到别人怀里，怕是不会还的哟。弟弟，今天风大，记得把嘴闭紧一点，小心闪着舌头。谢谢美女。沈寒，等你醒了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学习，好不好？你好。你是病人的家属吗？是。哦，还不是，家属刚刚出去了。好。刚才医生让我找你呢，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是我妹妹病情有起色了？嗯，不是，不过也差不多。最近有一种新药，对你妹妹的病情很有帮助，你要不要考虑试试？真的？用，我们肯定用。这个药效果虽然好，但是里面有一种成分很稀缺，价格也比较贵，大约是现在的三倍。三倍？你们的情况我也大概了解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，如果确定要用，就找刘医生开处方。嗯。谢谢啊。三倍。哎呀，我的小瑶瑶呀，长得贼好看，是吧？还白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服务。哼，大哥。人家都关机了，还一遍一遍打，有意思吗？万一他开了呢？你给他留了言啊，他要是开的话，不就会回你了？他之前打电话的语气很着急，我怕出事。哟，一个电话就给你紧张成这样了？去。哎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哎，你心心念念的人出来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不是跟叶振寒一块吃饭的男的吗？协议女友与野草幽会，被抓现行。这桥段我喜欢。小洛洛，你这单打独斗能力行不行？要不然兄弟替你打探一下情报。不要去。嗯，怎么的？别捣乱。
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振涵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嗯。九月，对不起啊，骗了你那么久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振涵。振涵有你这样的姐姐，真的很幸运了。振涵能遇到像你这样的男孩，也很幸运啊。只是他现在……哦，我打工的钱很快就到账了，药费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一起守护振涵。严九月，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学校有什么勤工俭学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多帮我留意。嗯，好。嗯，我一定帮你留意。哦，对了，之前学生会给你打电话，你没去，不要紧吗？关机了。应该没事吧？我觉得顾言洛这个人，傲娇自大，还缺少同情心。傲娇，自大，缺少同情心。哎，小姥姥，人家这说的也没错呀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来等这么久，你不跟人家说一声，你总得让人家知道你担心他呀。嗯，再不闭嘴就下车。就知道欺负人家。不对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但他人其实并不坏，至少对我还可以。未免，我在学校还是叫你振涵吧。嗯。还在想你那协议女友跟野草幽会的事儿啊？虽然猪肉涨价了，但也别随时拿出来显摆。这么大怨气啊！哎，需不需要安慰？需不需要情场高手圆桌？哎，你自己擦吧，把头发擦干。一个连微信验证都没被通过的人，还好意思称高手？你这人嘴怎么这么毒啊？哪壶不该提哪壶。作为男人怎么能放弃？我都想好了，我每隔一个小时给他发一次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未开，我不信他能赢过金子。我明天有实践课，先睡了，自便。哎，一起吧，我顺便给你传授一下搞定女生的妙计。我要睡觉，你自己待着。切！哎，顾言洛，你这人，刚夸完你对我不错，就连电话都不接了。谁给我打钱啊？陆瑶。喂，陆公子。钱收到了吧？嗯，你怎么给我打这么多钱啊？姐姐，我最近勤奋营业，网店进账可观。再说了，打到你账户和我账户不都一样吗？傻丫头。瑶瑶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肉麻啊！我这还不是因为想保证我们店长治久安。毕竟只有你妹妹好起来，这个小丫头才能快点回来给我卖苦力，不然只能靠我的美貌营业。嗯。还是闺蜜是真爱，嗯，你才知道啊！行啦，别啰嗦啦，你呀每天那么累，超负荷运转的，赶紧啊回宿舍好好休息，听到没有？嗯。好，同学们来的差不多了啊，同学们，我们平时啊。在教室里学到的那些知识，远没有实践得来的深刻。今天呢，我就
个问题就来了，这个资源拿到你手上之后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昨天的事儿，谢谢你。千万别着急，我本来想打电话跟你道谢，可是电话没人接。一定要了解你拥有的这个资源，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调查一下这个资源。我们现在所在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园。待会儿我们按照以昨天分的这个小组的形式来进行调查。这样我们第一排的同学啊，跟着你们的指导员一起，我们去花园授粉，啊，第二排的同学，我们去果蔬棚采摘，第三排的同学去果园去打药，一定要记住了，跟你的组员一起合作，是你们最后调查的进度，我们以小组的形式来评分的啊。好，大家做好准备就可以出发了，来吧，同学们。好。注意安全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咱们组是要给花授粉，你会吗？哎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小兰，老师给我们分的是多肉区。是呀，这里可真美，你快看这些多肉植物，长得真可爱呀。啊，请问，你不理我是因为生我气？再说了，顾阳若这人。又傲娇又自大，还没有同情心。你不说话那就是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生我气啊？因为你傲娇自大，还缺少同情心。你说我，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啊。整天跟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炸，真不让那些女孩喜欢他。你来，蜜蜂。全校同学围观，完了完了，这下事闹大了。方妹妹怕不是已经拿着30米的大刀等我了。兄弟，今天这社会实践课够精彩的啊，又上校论坛头条了。别不承认啊，有图有真相。看，这照片拍的，顾少已有女友，这角度疑似初吻被夺，这构图都赶上情侣写真了，可以啊。Kiss 只是意外，女方已有实锤男友。
叶芷涵，你给我站住！我黑解释。青天白日，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那是个误会，这就是个意外。我呸！这种意外怎么轮不到我头上？你就是蓄意勾引顾少，冤枉啊！而且我日日受你教诲，我哪敢啊！顾少之吻纯属意外，丑女男友另有其人。我就说嘛，顾少怎么会看得上你？一天之内，我怎么又多了个男朋友啊？这是什么外太空反转？我要去看看帅哥，冷静一下。手要稳，两眼瞄准篮筐，脸肿自然下垂。我试试啊。我知道，我手的坐标是 x0y0，篮筐的坐标是 xy1。根据我出手的速度和角度，应该能算出抛物线的顶点坐标。比较麻烦的是风阻。你九月很棒哎，学霸也要多运动嘛。你这不行，你这不行，你动作还是太紧。投篮的时候，膝盖弯曲，抬起脚后跟，瞬间发力投过去。好，我再试一次。我可殷勤的给你打听好了啊。严九月，机械工程系，标准理工男，成绩不错，性格也挺好，人也挺诚实的，挺受同学老师喜爱。至于他跟叶振寒嘛，我再看看。你在哪儿？哦，他跟叶振寒早就认识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，算起来。插足的人可是你啊！闭嘴。颜洛，颜洛，今天生态园的意外恐怕会对你造成困扰，需要我和校论坛的负责人打声招呼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我去下篮球场。嗯，去吧。夏同学屡战屡败，颇有我的风范。喂，美美，我和颜洛核实过了，今天的事的确是意外，那澄清的事就……现在的女孩子追男生啊，挺有一套啊。这是男生挥洒荷尔蒙，女生花痴助威的戏码呀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不对，这是傲娇男孔雀开屏，下神坛争女友的戏码呀！来一场，我不太会。现任、前任、绯闻男友一起较量，叶振寒怎么回事？快通知大家！对，又在这沾花惹草。一对一还是团战？你选。这不是我们风靡全校的学生会会长吗？九月，跟他干，有我。妈呀，你疯了！按照以往的战绩，再加上我这个负数，咱们的胜率是零。你怎么了？来还是不来？九月，跟他干！跟他干！咱们国产系怕打金融系不成？哎，别打呀，别打呀！又没什么事儿，干嘛打？闭嘴！行，你们打，祝你们耍帅愉快。你是单挑呢，还是你们一起上的？
真当我们小洛洛身边没人了是吧？来。篮球教练也嗖嗖嘛，要不要教你投篮啊？这位同学，你的英语也一般般，要不我帮你补习补习？哼，别给我转移话题，一会儿别输得太惨喽。叶振涵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脚踏两只船？我。你说什么？叶振涵，你以为我哥是什么？是你池塘里的鱼吗？随便你钓就钓的。他堂堂一个校草，已经为了你自降身价，去和那个叫什么野草挑战了，你还不承认啊？什么野草啊？哼，叶振涵，亏我之前还觉得你是一个既直爽又善良的人，我还跟你喝过酒呢。没想到你现在变成这样的人了。不管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的话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思婉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和你哥其实……哎，阎洛，谢谢，我有水。这可是我的水。这众目睽睽之下，不太好吧？哥，跟我走。干嘛？走了，快点。谁来？怎么了，哥？你就是个大骗子！干嘛？你都骗了我，还有大伯母，你和那个沈寒之间全是假的。谁告诉你的？当然是他自己，本尊告诉我的啦。人家都亲口跟我说了，说你和他之间只是契约关系。那你今天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儿单挑情敌，争风吃醋的，你这演的是哪一出啊？你有必要吗？搞了半天，咱俩一样啊，都是单相思。去去去！哎，别告诉我妈。全是假的，假的。
不打了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说打就打，你说不打就不打？你是怕下半场输给我们吗？再给你们两场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球赛结束了？你跟我来。傲娇自大，缺少同情心。想求原谅，没那么简单。如果你多想几声的话，那我是可以勉为其难的接听一下。上一顾同学，谢谢你今天的场外救援，小女感激涕零。我却只想快点告诉你，这颗心最近总不太平，尤其是见到了你扑通的跳个不停，你突然升级变成我生活中心，眨眨眼睛好像你就在这里，这三分甜的小秘密没想好要不要说明，我一个人占据一整片暗恋的森林，属于彼此的回忆有点猫咪，我全都很珍惜，这三分甜的我和你关系慢慢吃了冰，一切都很惬意，我们有自然的默契，有你的每天都是好心情，像这样一直和你在一起，我却只想快点告诉你，这颗心最近总不太平，尤其是见到了你扑通的跳个不停，你突然升级变成我生活中心，眨眨眼睛好像你就在这里，这三分甜的小秘密没想好要不要说明，我一个人占据一整片暗恋的森林，属于彼此的回忆，生长得有点猫咪，我全都很珍惜，这三分甜的我和你关系慢慢吃了冰，一
切都很惬意，我们有自然的默契，有你的每天都是好心情，像这样一直和你在一起。